今天给大家一套全民大手子都在用的一套配件，它就是路卡斯配件，就是这个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好了，配件就完成了。今天啊，特纳还是一如既往的带老板，我们把培培们给要过来吧。怎么了，宝宝？那个，我好了，老板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启动吧。牛逼！叫酒叫。对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官方举行的一场比赛，一共有这么一大趟啊，团长就一一给大家举出来吧。直奔主题，先把奖金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和流氓，我们两个是解说，从7号开始就是团队模式海选赛，我和流氓在7号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号上海选，我们两个都会直播的。团长等会儿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团长直播间进行海选，不管你是路人王还是爆破的英雄，现在就除了现役职业不能来，其他的是人就能来，大家现在可以一个一个看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团长随时欢迎。漂亮。